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今天是星期二，超级星期二直播的时候我们录播。大家好啊，好，我们这节要跟大家讲呢，就是乌克兰的情况。继续是啊，最新 Google 加入战团，一路以来呢，他都因为这个叫做呢私隐问题，就将俄军那些军事基地呢就遮了的。咁啊，打曬即係好蒙啦，一係打咗呢個叫做格仔啦嚇。咁好啦，咁啊而家咧 ，Google 啊都忍唔住啦，見到俄軍太過分，直情咧放開曬所有嘅限制，而家高清可以睇到曬呢個叫做咧俄軍嘅軍事基地啊。嗯，嚇你個篇，你俾我個篇唔夠清啊，我比你個篇清咗好多。哦，係咩？我而家睇下先。個篇直情係喺個影住個軍用機場，係影到啲戰機擺曬喺地下，佢睇得好清楚嘅。係第幾個啊？第幾個啊？我而家俾條 link 你，等等。好啊。嗱，因為咧，佢話咧，發現咗俄羅斯咧用啲發泡膠咧就扮飛機嘅，扮戰機嘅，係因為影到太清楚嘛。唔係呢個二次大戰嗰時都係咁做㗎。哦，有啊，係啊，攞啲木頭整架飛機出嚟啊嘛。同埋吹氣公仔整坦克。嗱，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二戰思維嚟㗎。係到到而家。喂，你揾係你揾做假狗嘅原因，你引啲飛機去轟炸佢啊嘛。係而家呢個年代嗰啲武器應該點？即係點解擺喺地面咧？係，同埋而家有導彈啫嘛。有導彈嘅，哇！咁啊攞人呃佢啲導彈啊嘛。係。咁啊，但係人哋大射擊都有喎，唔好意思喎。嗱，按照五毛嘅版本，軍火商要出貨啊嘛，大把貨射。冇錯啦。哦，射完一批又一批，係嘛？咁啊，你呃唔到喎，越呃越生產越多，咁你咪即係幫佢出貨。冇錯。咁啊，你又變咗軍火商喺背後操控咯喎。原來你先係五毛。你才是五勞幫，次次都是幫人出貨的。是的，嗱，我們呢看回 Google 啊， Google 啊將這個俄羅斯軍事設施全面曝光，連航空母艦無馬流出，野外無馬，好像三級片一樣，四仔沒格仔。這次 Google 公開俄羅斯所有戰略軍事設施，而且呢個解像度啊，達到每像素係0.5米，所有戰略要地都一覽無遺啊！啊，咁啊，呢個咧其實當時 Google 咧，二月份嘅時候已經截斷咗烏克蘭境內呢個 Google 嘅交通即時數據，即係唔俾俄軍咧係利用 Google 去侵略。啊，呢個做得啱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3月初仲暫停呢個俄羅斯嘅廣告業務，唔俾你賣廣告啦，費事你嚟宣傳你俄羅斯啊，係嘛？好啦，咁啊，跟住咧，俄羅斯地區嘅結算系統亦都暫停，唔可以用 Google Pay 消費。嗱，咁啊 ，Google 咧而家最新嘅戰報咧就係將俄羅斯所有軍事設施啊赤裸裸地呈現於啊所有嘅炮口之上。咁其實咧，美國咧嗰啲無人機可以開蓋炸噶咯喎，係嘛？喂，任炸喎而家所有地方。佢呢個咧就係令到咧烏克蘭嘅軍隊就方便咗。嗱，理論上美國咧就有將佢嘅情報咧就提供俾烏克蘭，但係咧 ，which 得唔夠快 ，Google 直接將佢呈現喺 Google 地圖上邊咧，就令到咧烏克蘭嘅軍隊同埋烏克蘭嘅遊擊隊咧。可以輕易咧就係上網睇 Google 就直接攻擊俄軍，係冇錯啦，好犀利啊！即係呢個係攻軍事用嘅地圖，我哋一早都講。係，其實 Google 地圖係同軍事行動係即係非常之有用，對軍事行動係太清啦，根本美軍都係咁做嘅啫嘛。係啊，因為佢本身都係屬於美軍嘅科技嚟嘅，不過最後先至轉用民用。其實好早都有人同我講噶啦，就已經話其實佢係清到咧，你睇佢個立體圖咧，真係清到你連一架飛機。一個坦克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話佢軍用嗰個程度去到咩 level？ 係啊，根本你係無所遁形嘅，你對住美國係啦，係覺得可以同美國對抗咧，係一件好笑嘅事。唔係即係癡人說夢啊！即係直情係咧，直情係你普通人仔為挑戰灰龍一樣。咁所以佢哋選擇嘅方法咧就唔係軍事對抗，佢選擇咧就派大量嘅五毛同小粉紅咧就去入侵美國。冇錯啦，跟住咧仲其實佢戰略啱嘅，其實啱啊。硬攻攻唔入啊！冇錯，佢知道咧，實際即係用俾武器佢俾唔上嘛，咁咪用一啲依個即係另類啲嘅方法，同埋低成本啊，係咪？甚至乎買通美國啲政要，係咪？例如拜登個仔啦，例如依個嗰陣時嗰個參議員中咗嗰個色友嗰個芳芳色友佢啦，係嘛？喂，依啲好容易買啊！男人唔係錢嘅就女人㗎啦，係咪？
咁好啦，唔單止係美國啊，其實英國都有大量啦，係咪？咁啊，阿約翰遜嗰時咪串嗰、那個嗰、那個自由民主黨嗰個黨魁係嘛？邊、嗯、有？你收咗5000英磅喎嚇，係咪啊？咁其實佢哋好 cheap 嘅佢哋。哇！佢連航空母艦都整埋出嚟喎。係啊，睇到曬所有航空母艦，你睇下哇，嗰啲圖清楚到咧，喂，真係入炸啦，大佬！即係佢唔想淨係擊沉一隻莫斯科號嘛？讓莫斯科號有個盤，有個盤係啊，不要讓莫斯科號太寂寞啊！呢啲咧叫做咧齊齊整整一家團聚喺海底啊！等你每一個城市名嘅軍艦全部跌落海。係啦，到時咧就有啲咩啊？會唔會有呢個聖彼得堡號啊？葉卡捷林堡號啊嗰啲咧嚇？仲有啲咩號嗰啲軍艦？真係唔知嗰啲名。嗰啲好複雜嗰啲名啊！啲名好難讀嘅。好難讀嘅，全部都六個字啊！咩啊？副列好多個列。副之列佐夫海軍上將。係好多個列字啊！係啊，俄國係可能呢個發音特別多係嘛？特別多列係嘛？好。仲有喎，佢原來有話咩？呢個核彈儲存基地。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位置，嗯，喂，咁樣好簡單啦，你啲嘢搬唔走噶嘛，係咪啊？有時嗰啲發射井啊，嗰啲導彈發射井你搬唔走噶嘛，喂，咪可以一次過摧毀佢？嗱，早排咧先至啱啱同大家講咧，英國派咗隻最新型嘅核攻擊艦、攻擊潛艇咧，去咗黑海嗰邊喎，係去咗直布羅陀，嗱，直布羅陀咧就入地中海，跟住就入黑海㗎啦，係啊。在那裡出現基本上都有動作的了，有動作，因為你本身你英國的應該在附近是吧，你最多是英法海峽，你去得直布羅陀就入地中海的了，一定入地中海，所以才特登趌起個頭給你拍照而已嘛，是就是想告訴你知道，告訴你知道我入緊你，你不要玩嘢。喂，講真啦，佢的射程呢就算在直布羅陀都可以射到你了，不過佢行近啲容易啲，即係點講啊，佢唔係射，佢唔係射洲際彈道導彈嘅，嗰個係射戰斧嘅啫。所以是即係常規戰艦嚟，其實，即係佢武器配備，佢核動力常規戰艦，唔係核武嚟嘅。哦，咁啊好啲啦，咁啊變咗咧係近啲先射得準啲。射核彈嗰隻艦就唔可以俾你知喺邊㗎啦，一定喺你附近，唔使擔心。係，可能已經去咗咩咧？波羅的海咧。係啊，波羅的海附近。波羅的海最好啦，射莫斯科最近啦，係嘛？同埋射聖彼得堡。係啊，唔係根本核嘅互相制衡嘅核潛艦射核彈嗰啲就係要喺人哋附近啫嘛，是啊、就係等你唔知佢喺邊，所以要用潛艇做啫嘛。冇錯啦，就係一有嘢就撳掣咯。你炸英國啊？你炸倫敦啦，即刻撳。係啊，冇錯，同報道你一到咗咪跟住核彈咪去你莫斯科聖彼得堡咯。所以呢節唔可以講移民嘅，點解？即係根據我哋嘅時事分析，其實英國雖然個機會細，但係英國理論上咧都係一個核戰場嚟嘅。係有機會被炸嚇。所以不在這次講移民，那我們是否要搬回黑池？搬回黑池很危險啊，倫敦那我肯定是危險的啦，如果要打英國那我當然炸你倫敦的啦，是沒錯啦，所以呢就在倫敦買了樓的朋友會害怕一點，不過也不是的啦，如果你根據美國在二次大戰的邏輯呢，他扔核彈的時候不是扔東京的嘛，扔東京沒人跟你議和，扔是的，扔港島扔其他地方，那會不會扔曼城呢？八名案二三線城市係喎，可能二線城市先係啦，係喎，你咁講有道理。好啦，嚇嚇啲曼城嗰啲人先。哎呀，死啦！原來會炸曼城，啱啊！你講得啱。因為炸咗倫敦，咪冇人同你議和咯。哦，係啊，炸咪炸咗倫敦咧，同佢哋嗰個攻擊基輔嘅計劃唔可以懟冧澤連斯基一樣，懟冧咗澤連斯基，連對口單位都冇埋啊嘛。係係喎，你講得有道理喎。所以倫敦應該安全。係喎。不是因為咧，佢目的係想你停手嘛。如果你炸咗倫敦，所有嘅核彈全部射曬去嗰幾個俄羅斯城市，咁甚至乎成個俄羅斯毀滅佢噶嘛，係咪啊？所以都係有道理嘅。咁我哋都係安全嘅，暫時啊。即係如果佢有正常嘅思考啊。係啊，係啊。但係普京而家都唔係太過正常。係啊，而家傻撚咗，都係佢輸到懵咗咯。佢一有可能輸到懵咗。第二個機會咧係乜嘢咧？就係佢俾下低啲人咧水佢啊。係咪不斷老點佢話俾你聽啊？贏啊，就嚟贏啦！好似嗰啲律師咧氹佢打官司，放心贏金額呢場官司嚇。嗱，跟住咧到開始出現問題啊，唔緊要噶啦。雖然有少少阻滯，但係咧我哋都有八成贏面啊。嗯，好啦，打到最後咧就係咧，唉，老闆嗱唔緊要嘅，我哋都係和解啦。唔係，其實而家都係咁啊。我而家咪打咗下，跟住不如都係要同烏克蘭和解啊嘛。其實同打仗同打官司差唔多，即係嗰啲咧揾笨柒嗰啲律師係嘛？
咁佢嗰個佢咪劏咗啊邊個咯？小伊古咯，推到小伊古喺。小伊古咪就係點佢嗰個蠶蟲師爺咯。其實小伊古抵死嘅，佢一定貪咗好多錢。喂，呢條撚樣，你話佢貪唔到多錢？你諗下啦，嗰啲軍備連嗰啲沙堡都係1978年，你諗下佢幾貪？係咪喺前蘇聯揾翻啲裝備出嚟攞嚟頂數？肯定係舊倉揾翻嚟嘅嘢，就攞出去就話呢啲係新嘅裝備。咁所以咧，你會見到有前蘇聯嘅嘢咧，甚至乎而家拖翻啲二戰嗰啲大炮出嚟用，屌點樣打仗啊？真係好撚好笑！你都你同你同呢個赤手空拳去打灰龍一樣，係嘛？嗯、喂，真係喎！人哋彈指之間你就消失㗎啦，化為灰燼㗎啦。好啦，呢節係咪差唔多講 Google？ 係。我哋下一節先講呢、這個烏東戰爭好唔好啊？好。好。